下面请您欣赏学歌曲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悦。谢谢，感受到了大家那么热情啊，我们又出来了啊。我爱你，我爱你们，谢谢谢谢。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，刚才又是郭麒麟、阎鹤祥。传统的相声叫做学电台，与时俱进，它加入了很多新鲜的血液元素，带到舞台上逗大家开心一笑。对，这场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，还是我们俩，这是我们第二次出台。这个舞台呢，这钱都不够您挣的了，我告诉你。挣什么钱？什么叫出台？第二次出现在舞台，登台。我们两个走上台，发现观众没有走的啊，没有呢，都是听相声，特别的好。是，这样吧，我们拿出我们的所谓的好节目，回馈给大家，拿手的，希望大家爱听。好啊，像某些同志呢，就不要再轰我们，好吧？弄得我们不知所措。每一个艺术作品都不能被所有人熟知，不能被所有人认可，这是正常的啊。希望朋友们爱听相声，我们继续努力把好相声带给大家。对了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对，这是正常的，都理解啊。我们相声演员有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哎，每一门都不容易，都不简单。刚才郭麒麟属于学电台，我自己个儿认为比较有。你嘴里有鸟啊？这是什么叫我自己个儿？这是我有红子呢，还与你不是？我是北京人，我说话。你哪儿人？您是北京清出去的，这是？您是哪儿的北京人？就是北京郊区郑州那边的，就是郑州算北京的郊区了啊。我自己好吗？哎，对对对，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唱。啊，您是好唱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还得？因为我这个嗓子好。因为，我嗓子好。你嗓子？打小我就保护好我这嗓子，就长大以后呢，说实话，学了一个不好的习惯，抽烟。竟抽烟把这个嫂子给糟践了，没有关系啊。今天我拿出我的好状态，回馈给就别站台上胡说八道了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什么都往外说呀？不是，你嫂子好好吧？你告诉我们干嘛？不是你打小对你嫂子好？当然了。怎么长大抽烟就给人糟蹋了？怎么了，哥？哥，你怎么了，哥？我没怎么，我就掉沟里了，我怎么了？你掉沟里了，那得多大的沟啊！你甭废话，你这不是挖坑吗？这是你坑人了，有点啊。谁说嫂子了？您那嗓子，嗓子好。哎，对对对。不过最近不怎么注意。怎么呢？稍微有点沙哑。哎呦，沙哑，稍微有一点点沙哑。是是是，慢慢唱给大家听。好啊，首先我们本门的功课，这叫太平歌词。相声本门太平歌词不好学。是，太平歌词在哪儿学？太平间学。没有没有，咱找出那个感。没听说过，多冷的地方。太平间学，一个上句一个下句颠倒着那么唱。是是是，有的朋友说不好听。好听吗？不好听没关系啊。啊，怎么呢？仔细听。好听。越听越不好听。哎，哪儿这么难听啊？那得分谁唱。哦，分人。我的老恩师是郭德纲郭老师，他唱得好，嗓门也高。我是跟他学的。行，不是您这怎么没规矩了？这么大人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必须。不是这个，谁说这个了？不是你说你这么大孩子，老话说得好啊。说什么了？子不言父，徒不言师啊。是，郭德纲这是你师父名讳，你当徒弟怎么就张嘴就说呢？你得尊敬啊，你也得。这孩子没规矩，长这么大。不是，再说了，你说就说吧，你比划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这礼刀这边啊，
身高嘛，这不是，哎，我说哎，没有这样的，知道吗？我以为你说你比什么什么？你以为你说就完了？你还比划什么？你是不是就这点缺点，知道吗？没完没了，你们这瞎比划，比划什么比划？你这玩意儿，不是你这比划高了，这玩意儿。这个人太缺德了，我就比划了这么半下，你看他一直在这比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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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干什么？我给他擦擦。讨厌，真是的。我师父虽然个儿不高，但是人家嗓门高啊。啊，是是是，唱得好。对，对不对？有这么一段叫做《白蛇传》。您上什么口啊？这《白蛇传》还不是文化人吗？你不得上口吗？你有什么文化？我就纳了闷儿。《白蛇传》。行，白蛇传讲究的是一条伟大的长虫。这是文化人吗？你我文化，你不让我文化，我不文化你又说我。您这是长蛇，一条白蛇，大白蛇啊，在那转，白蛇转，唰，一圈一圈的转啊。您说这是贪吃蛇，还一圈一圈转？你还用诺基亚呢？谁用诺基亚？啊，您别说了，您这。唱起来很好听，是是是，唱给大家。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对，注意听啊，您来，这叫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板眼，有板有眼，哎，一板一眼，嗯，你看看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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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都照顾到了，他捧我。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死了几的清香。春有苏堤桃红柳绿，夏上荷花映满了池塘。秋观明月如同碧水，冬看瑞雪铺满了山岗。谢谢。好，这太平歌词，哎，唱两句就得了啊。是是，这是本门的功课，太平歌词。哎，其他唱什么都归是学唱，学唱类。来到了四川，咱比如说这个川剧，川剧您会？我就不会。哎，你说他干嘛你？我就不会，我就不。真行，我怕大家点唱一个川剧，我不会，我先说好。对，省得丢人。对了，哎，省丢人。您这变脸可不错。变脸我也不会啊。这个评剧。咱们北方有一个剧种评剧啊，这是我们我国北方的剧种。我唱的特别好，好好好，我给大家唱几句。您来两句。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，不必费心地。要言语的承诺，只要我们已经足够。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，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。别管以后将自己带刀袋子的。我发现了，嗯，在座的朋友们啊，看来是经常打麻将啊，很少去 KTV， 是不是？拿这当 KTV 了，是不是？好开心。你还舔着脸乐呢，这玩意儿是评剧吗？这个是评剧吗？不是，听听，您说那是北方的剧种评戏，评戏，评戏，那我哪会啊？那我，您要不会，您说他干嘛呀？我就纳了闷儿。你这不是欺负人吗？那我哪会啊？谁欺负你？说的北方的剧种啊？评戏，我不会，太不会，合着我就会唱歌。哎，歌我特别的了解。哦，您好唱歌，会的也多呀。哎呦。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先不要着急，嗯，好吗？五环之歌一唱就结束了。
就下班了。嗯，这是我们的惯例啊。对了，不着急啊。朋友们，这不是点播台，拿我们当电台了啊。虽然你们买票了，我要对你们负责，嗯、但 是别最难伺候的就是你们，嗯。我下去，朋友们，你们太难伺候了。那个大哥让我下去，你让我上来，你怎么加钱？哦、他还有的谈，嗯。慢慢来啊，慢慢来，是有节奏的啊，慢慢来啊。哎，先给大家唱一个最近比较喜欢的什么歌？这个新歌，一首新歌啊，哦、新的、哦，叫做《橄榄菜》，唱给今天在座的各位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。哎，那个，等会儿我没怎么，什么叫橄榄菜啊？橄榄菜吗？橄榄菜。哦，对不起，说错，橄榄树。哎，对，橄榄树，对吧？这歌有，是齐豫的歌曲。这也不是新歌。齐豫提起齐豫来，大家可能不太了解。嗯。齐豫有个弟弟叫齐秦。哎呦，齐秦的歌大伙都会吧？我是不是经常唱？轻轻的，我将离开。哦，知道了，《唱二人转》那个啊、嗯。看来大家是憋坏了啊。嗯但齐豫，嗯，啊，齐秦的姐，齐豫这个歌很难唱。是啊，作词是三毛。哦，三毛。三毛这个人非常的厉害啊！对对对，啊，也参过军，也流浪过。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三毛，三毛流浪记吗？那是流浪那个，这是作家啊，作家，嗯，写书的《撒哈拉沙漠》，哎，跟荷西的爱情故事，哎，对，荷西，嗯，啊，特别的好听，唱给大家啊，嗯。不要问我，哎呀，真好听。我这自己美在哪儿了？我就纳了闷儿。你知道吗？一唱就陶醉，一唱就开心。您唱完您再陶啊。不要我，哎呀，唱完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就羞涩羞涩。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，哎，不是这，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。错了，嘿。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我会告诉你。真的很多哦。来，哎，您就告诉我就行，您告诉我哪句有橄榄树。不要问我太橄榄树，愣来呀、啊！我会告诉你橄榄树不是，咱唠这仨字儿不行了。您等会儿，这不是，这杨钰莹啊？对，杨钰莹了，串了。哎呀，唱错了，串了，会的太多了，会的、啊、是能耐太大了。嗯、不要问，不，您是不是肠胃不好是？老补补的。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哎，我的情，词儿不对，牵着你，词儿不对，不要问从哪儿来，不要问我从哪里，调不对，您能对一个吗？这么简单一句，不要问我，改刘德华了，你生，不是你会不会啊？不，你不要再问我了好吗？不是，多简单一句这玩意儿，怎么唱来的？就这么一句吗？啊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不就这一句吗？真行，这不是不用你们轰。您这每天非得溜溜是怎么着？是我都不想活了，我都。您来，我。我来这儿干什么？不是找睡？不，找坐睡？不，您唱的好，您唱的好，您别跟他们急哄，知道吗？他们就为了气死你，知道吗？好。
您唱，您唱。不不不不不，您来，您是大腕儿，明星。您来，您来，您来。他唱的好，他唱的好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哪儿好？我的故乡在远方。不是郑州吗？不是，我唱郑州好听吗？行，最起码准确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郑州。哎，实话。为什么流浪？穷呗。不是，你们家唱歌带捧哏的是吗？哪有这样的，穷呗，我还不知道穷。不是，我怕他们轰你啊。这为什么流浪？看来是真穷啊。流浪远方，流浪。山间清流的消息，为了山间清流的消息，为了清流的消息。你是不是掉河里了？走的水路啊。流浪远方。您都到入海口了，行了。流浪，多好听啊！你打乱我的节奏干什么？是是是，您是够浪的啊。橄榄树是，其实孙老师对这个歌曲啊，啊，也稍微有些研究。我爱听。您岁数比我年长几岁吧？大几岁，对不对？嗯，知道很多歌曲。不敢这么说。这样，我唱个歌啊，我让你猜是什么歌，好不好？歌名啊？啊，简单啊，简单。我听的歌多了，听这个啊，啊。当你老了，啊，行，不用唱，第一句就是。头发白了。送分题。睡意。您这送分题呀，啊？什么歌？当你老了。嘿，猜上来了啊！这废话，第一句就歌名。咱听这个啊，咱国内的歌基本上第一句准是歌名。雾里看花，水中望月，你能分辨这朵花吗？雾里看花，行，不用往下唱。第一句准歌名，来，哎，新歌你就不知道了啊？新歌了还？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就这一句，让我们荡起双桨。船儿推开波浪，行了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岳老师。小船儿起起，不能跟你们起个头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不能起头？哎哎嘿，让我们荡起双桨，这是新歌吗？好，听这个啊，听这个。再回首，再回首。阿莲，阿莲。当山峰。字儿越来越少，你瞧了吗？你是疯了吗？废话，我知道你来，我不知道的。你不能耐大吗？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，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？这名这么长呢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，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，让你疯，让你去放纵，以为你有天会感动。关于流言，我装作无动于衷。您把第一句再唱一遍。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，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。后悔，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，多想问你究竟爱谁。
既然爱难分是非，就别逃避，勇敢面对。给了他的心，你是否能够？啊，您再来一遍。怎么忍心让你？过火。这是个神经病，你看见没有？我瞧他们，你吓我一跳。我瞧他们这鼓掌应该是对的，我就这是过火吗？过火，这是一首老歌。那太老了。我的偶像张信哲的一首歌曲《过火》。非常有幸有一次见到了张信哲。哦，见着了。跟他一起同台，我说张老师您好，我是您的歌迷，我是小月。我特别喜欢您的歌曲，但是您这个人，我不怎么喜欢。不是有您这么说话的吗？他一听就傻了。怎么了？哪做错了吗？我说是这样，这个人呐，您这个人有点虚伪。什么叫虚伪？歌词里头能看得出来比较虚伪。什么词儿？有这么一句这么唱的。关于流言，我装作无动于衷。关于流言，他装作无动于衷。哎呀，我做不到。我可能也不行了。燕子，没你我怎么活呀？也长这么大了。哎呀，来到了这个地方，成都，特别开心。成都，咱们一起唱一个成都好不好？从哪儿唱？对，从机场。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所有的灯都熄灭了，也不停留。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哎，没了。什么叫没了？这么快唱完了？那不快。再来一遍哈，没听清楚是吧？和我。三楼的大点声。不花钱还不出点力气。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？讨厌！咱们都是这么得罪人的。三楼的朋友，让我感受到你们的存在，好吗？哎呦，闪光灯哦！哎呦嚯，都趁手机啊！三楼的朋友唱啊，和我。你看看人家。我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谢谢。真好。真好。还有什么愿意听的吗？拆西厢。看来这是老观众啊。好家伙，这一排妇女。拆西厢啊，这也是一段传统的曲艺。对了啊，竹板书。竹板书。特别难唱。对，唱几句吧，唱几句吧，既然有观众愿意听。谢谢谢谢。盈盈门坐，手儿托腮，叫声红娘你快过来，你姑娘有见这个不明的事，一从头你要讲个明白，你姑娘我是这个闺阁的女，擦胭脂抹粉我是总嫌不白，
张君瑞本是一位唐朝的客，咱娘们宋氏三代女裙钗，唐宋相隔有着二百载，何人编出这部戏相来？谢谢谢谢。没想到成都的朋友这么喜欢这个传统的曲艺啊！喜欢这个。谢谢谢谢。什么？啊？探清水河是吗？嚯！你看，那边妇女，喂，没有没有。这帮女同志好吗？这帮妇女讨厌。探清水河，这是一这个北京的一个小曲儿，这个有点唱不过人家了、唱不过。我们后台有一个演员叫张云雷，嚯、说说名字都不行是吧？有很多他的粉丝，张云雷唱的特别好，特别的好。我师父唱的也好，嗯，我唱的不好，所以说我师父肯定就坐那儿听啊，我无比的紧张。唱不好，我师父下去，就说我几句啊。那说什么？当然了，朋友们愿意听，我还是愿意唱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么不要脸啊！您这脸厚的。桃叶那肩上肩，你们会呀、这你们也会呀、我天哪，你们都会，你们干嘛呢？会就一起唱啊！桃叶那肩上肩。柳烟儿遮满了天，在其位的这个明纳宫，细听我来言呐，此事哎出在蓝靛厂火器营，提起那宋老三。一辈子无有儿，小妞为年长，那一十六啊，娶了个如命儿。姑娘叫大莲，似鲜花无人采，看那奴好比貂蝉，又好比阎婆惜坐楼想张三。好了，差不多了啊，差不多 了啊。这是花钱谁瞧谁来了这。好了好了啊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给大家唱一个啊。送情郎就别唱了啊！对对对，不是你们点来点去，动不动就让我唱，真是的，我这个人我脾气又不好，真。哎呦呦呦呦！一步叫你又来呀，都不是人皮的。二不叫你愁啊，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，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镀金钩啊，小妹妹送我的狼牙，真吓人，还真有劲儿啊、那两位老师不看了。好，憋坏了啊、挺好挺好啊，什么话这叫，赶紧上厕所啊、行了，让他们弄吧啊。好，忙您的忙您的啊，长得还挺面熟啊。好好，我还以为圣诞老人呢啊。
哎呀，好了，《五环之歌》唱给大家，会唱的一起唱啊！五环，终于有一天。你会修到七环，修到七环怎么办？你比五环啊，都会啊，会唱的一起唱好吗？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，各位不要吝啬自己的嗓音，咱们嗨嗨皮皮的唱起来好吗？哎，三楼的朋友，三楼的朋友，又到你们表现的时候了啊！对，到你们展现绝技的时候了。又到你们证明票价的时候了啊，花钱不多啊，稍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个情况啊。怎么了？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张嘴唱，要脸。你这话说的我特别特别爱听。要什么脸？对，对了对了，哎，不要了，不是一个要脸的时候啊！嗨嗨皮皮的唱起来，咱就为气那些个没有来的，好吗？谁知道啊？大姐要脸是不是？是不是要脸？教人不要脸是吧？这边的朋友，雨有一天，你比五环。这边的朋友，啊，非得唱。好了好了，唱多了就吐了啊！对对对，我已经快吐了。既然朋友们这么开心，怎么样？我就卖卖力气，给大家唱一个《青藏高原》，谢谢。你等你等，是谁带来？是我是我是我。您等会儿别太高兴，知道吗？《青藏高原》的歌不好唱，那后边那句高八度你唱得上去吗？你想多了。我怎么呢？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，死半道了。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？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？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？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啊！我看见，一座座。呀妈的！哎哎哎哎哎！学电台听多了吧？你们呀妈的，不对词儿啊！呀拉索，呀拉，呀拉索，你唱，那就是青藏高原，呀拉索，那就是青藏高原。